保护第一个，如果是选第一个选单，第一个那个项目的话，其实是直接进去玩。那学生，如果是我们现在是当学生的话，那就是要选第一个。好，那接下来我们现在要当老师嘛，我们就选第二个。好，这样子，那这边跳，它就会跳出来说你要选英文还是中文嘛？好，那理论上我们，现在虽然说要有那个。要有那个外语嘛，第二外语嘛，好，那是，但是我们今天大概就是用中文就好了，好。那有时候，会有一些状况，就是它的那个字会有乱码，哦，会有乱码，那没关系，老师您不用太过紧张。如果它有乱码的时候，那老师您就来这边，好，右上角这边再点一下，好，再回复英文这样子，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哦，老师，等一下哦，我先回来镜头这边，我把那个我的那个影像先关掉，好，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登录嘛，好、哦，那登录的话，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三个那个算是测验平台，它都还蛮不错的，真的很不错，就是它的登录啊都非常的简单。就是只要用那个 Google 账号就可以了。这样子。好的，来，那你登录完之后，你就进我们的 Google 账号嘛。好，然后那老师，你可以帮我看一下荧幕上面的，算是。右边右上角有一个人偶，好，这个右上角这边铃铛的旁边这边有个人偶，那你点下去之后，你就可以改一下下你要的字，你要的那个算是你要的设定的条件这样子。好，然后老师您先听我废话一下，因为这个也是我这2天在这边就是要准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发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麻烦这样子。好，好，这里有一个那个升级建立的，左边有一个分享，在左边有一个升级这边。好，2023年呐，哈，就是2023年就今年嘛，哈。好，那今年他这边就是有帮我们，算是新的年度嘛，它有新的方案呐、啊，吼，然后它这边就有非常多，老师您就是待会可以去慢慢的看看看它上面的一些条件，然后慢慢的去试这样子。好，老师呢，就他现在就是有还是有免费的，等一下我跟你说啊、哦，跟老师说一下，报告一下，老师我今天用的都是免费的，所以会有一些阳春。你会觉得，怎么会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对，就是会有这种，好像有点拉惨的感觉。好，那老师没关系，那就是因为哈，现在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先提出来，就是，现在有一个那个教育部的那个方案，大家应该都已经有知道了，有感受到了，就是有一个那个数位的那个数位学习精进方案。嘿，对，然后那个方案里面啊，哈，他就是在讲，他就是在想要那个，就是有教育部那边有补助每个学校一些平板跟一些那个软体，嘿，软体购买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三个，其实它都是可以，它都已经有列在，应该如果我的那个看。就看到的没有错的话，就是它都已经有列在那个可以购买的那个软体的名单名册里面了，这样子。好，那所以说，老师，如果您今天听完我的这些分享之后，觉得诶真的还不错，那可以去建议，好，可以去建议你们学校的那个承办人员，好，就是那个数位精进计划，如果说简单的来讲。老师，您可以称作那个平板啊，哈，生生平板、生生用平板的这个计划。好，那这个计划里面就可以询问一下哈，去询问一下那个承办老师说，那个下一期的那个软体的
的购置的部分，那那个可不可以有这个项目这样子。好，那可能就是会有相对应的那个像我上一次看到的那个代理商，他们去谈接洽这个部分。对，好，那我这边呢跟大家说明一下，这边是三种要付费的程度嘛。 好，老师，那您就也是一样哦，你就是跟刚刚一样就升级然后往下看。好，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对我来讲就是可能就是要跟老师先说一下的，就是会有我认为我会对我会有影响的是这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玩家最多。那以前其实卡户老师您知道，就是如果是一个班级过来玩的话，像我们以前，然后我们大概就是四五十应该都没有问题这样子。然后我的印象中之前是200，最多是200，不过他现在老师您看那个画面应该有看到，那他现在就扩充到400，不过就是付费这样子。好，那这个是2023年的方案。我觉得如果是这样下来的话，或许以后那个 free 的这一块的话， basis 这一块的话，可能就是那个玩家的那个人数可能就是会再往下降一些些这样。好，那我觉得对我有影响的是玩家人数，因为老师您的班级的话，可能像我们私立学校一个班大概将近50位，50位，那有时候有一些特殊的课程的话会超过这样子。好，那所以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变通的方式，可能就是用分组的，或者是说两个同学一组这样子。好，这样也会节省一些平板的那个操作。好，我觉得比较在意的是这个玩家变少这样子。好，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要让老师知道的，因为可能老师以前就有用过，好，就用过，然后但是怎么一下子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样。好，那我还有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要跟老师说来等一下我看一下。好，有一个地方，好，老师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有一个橘色的新的。好，这个的话就是创建私人的卡户哦，这个以前是可以啦，那现在就是说大概在前一阵子就已经不行了，就是他就已经把那个私人的卡户把它关掉了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如果等一下我们自己乱用我等一下跟示范一下嘛，好，那我们自己用的那个卡户就会跑到公用区，好，只要老师您按那个搜寻，好，就可以找到东西。好，那所以我觉得跟以前我的认知，因为我们是蛮早之前就开始接触啊，所以说我这个部分就会有一点点差异这样子。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汇入简报，好，汇入简报的功能也被取消了。好，我个人觉得这个这三个项目，不好意思，关掉。好，我觉得这三个项目对我来讲是差异比较大，就是会比较觉得不方便这样子。好，等一下哈，不小心把它按掉了。好，这样子，那所以说我认为啦，就是可以的话就请老师说看学校部分，好，我们就是搭那个进进方案这样子，然后去做一些如果学校刚好要采购到这个部分，然后就可以跟学校问说是个人账号还是说是学校的一整个那个校园方案这样子。好，可以有。好，来，老师，那听完我废话之后，大家应该精神会比较好一点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来跟大家来先分享一下下，好，因为想说刚过完年嘛，然后大家就是
头脑应该都还在过年期间这样子，所以呢，来，我现在先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来先玩一下下，好不好？好，这个，哦，老师啊，您手机有在身边吗？手机或者是你的那个屏，哎，你的那个电脑，好，哎，这边，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请大家体验一下下一个那个游戏，好，就是元宵那个灯谜猜猜看的游戏。好，他这边就有讲，因为我们这个是那个基础版嘛，好，所以他说最多只可以有40位玩家这样子一起玩，这样啊没关系，反正老师今天我们就是那个轻松一下，老师就帮我那个玩一下。好，那像说我们在课堂上的时候。好，课堂上平板啦，吼，因为其实生生平板这件事情，在我们学校来说，有时候因为我们学校的班级数是比较多一点点，然后那有时候就是会平板借不到的那个状况，好，所以说我们就是折中的方式说，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借个15台这样子，好，或者是20台，那。用那个组队的方式去做这样子，好，那不过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经典的这个吧，大家就是一起玩这样子。好，来老师，那您等一下哦，帮我扫一下下，好，这边，然后我来做一个连结，好，稍等我一下哦。这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在那个我们的Meet 的通话讯息栏里面有一个连接，老师也可以从那边连。好，然后老师你也可以现在拍一下，现在用你老师您用你的手机拍一下，好，然后把它按进来。好，老师，我们体验一下啦，因为你想说过年嘛，大家就是动一动手，然后体验一下说，如果我们放这些东西在课堂上面的话，大概学生的状况大概会是怎样这样子？好，然后那个老师，那个您今天听完我分享之后，您可能会想说，哎，试试看好了，好啊，然后你就会。今天那个下午之后，你就开始去摸索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我今天讲的这些平台，它都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它会一直跳出来说要你升级这样子，吼，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欢迎那个，精进计划，如果有到时候有去采购到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好，这样子，吼，好，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喽。老师举手啊！有老师举手要提问。老师举手吗？等一下，请问哪一位？好，我看到了，伟伦老师，你方便讲话吗？哎 ，Hello。哎、欸，不小心按到。哦，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开始喽。好，好，老师放轻松，没有关系，就是。不，就是大家随便做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故意做错，等一下也是一个有乐趣啦，就是大家可以看那个它的效果这样子。好，然后看完题目，老师可以看自己的手机的画面哦，它有题目在上面哦。好，以前啊就是没有嘛，以前就没有题目在上面，对不对？然后就要。以前你还记得吗？我们在刚开始用这个的时候，大家学生就很慌乱啊，一下子看荧幕，然后一下子看那个看他的那个手机，就很乱这样子。好，来，然后好，那大家都答完这个了吗？那我再来一个。好，第二题，那他看完他滚完题目之后啊，好，老师您会在你的那个手机上面看到，有一个。紫色的那个线带，它在慢慢的、
慢慢的那个缩短这样子，然后就会好，非常的大，非常的厉害这样子。好，好，然后也是一样，非常及时。然后在那个班上的时候，就大家就会大呼小叫的这样子，大家应该都有体验过。哦，这一题比较难一点点哦，所以我们可以设计它比较长一点的时间，这样子。好，然后如果发现说，好像时间到还没有到，但是大家都已经打好了，哦，答案都已经算出来了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按略过，这样子，这里有一个略过可以走，好。这个不是我写的，这个是我等一下会告诉老师，我们怎么去抓别人的题目。老师可以故意选几个那个错的，就是你故意选错这样子，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哦，这一题真的很多人错哟。这个应该是数学老师的专长。好的，然后有一些题目就是为了增加那个刺激感，就有些题目我们可以放得很简单，然后很那个时间很短这样子。哇，有些老师非常的厉害。好，这一题有一点点难度。这一题我也是不会，我也是在那边想很久，结果女儿走过来一看，她就说：“这个答案是这个。”对，她现在是大一的学生，她好像用比较远的距离就可以看出来答案，距离要远一点。然后上下看一下这样子。如果我现在在教室，一定有很多同学很讨厌我。可能跟上下有关系，上下有什么特殊的？上下跟左右，对，上下跟左右。好，哇，还是太厉害了，这个就是简单一些。好的，有老师。非常的迅速的回答，然后他就窜升到上面去了。这是一个陷阱题。对，这是一个陷阱题，因为他说要用数学，所以不是 C 的答案这样子。哦，这个要看一下下。现在我们不是要那个融入那个英语教学嘛，对不对？好，老师，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说，哎，这个东西刚好可以用上，哎，就派上用场，哎，这样子。嘿，这个不是我写的，这是那个网络上面我们可以查得到的。嘿，待会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网络上面有些东西，算是让我们会比较省力。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考古这种东西在那个欧美国家那边应该是用的那个用的技巧吧，应该说用的那个历史比我们这边还要再长久很多。好，老师还没回答的啊，老师都回答了，我还是在想说还没有回答的老师，我跟老师讲说这不是脑筋急转弯，对，这不是，好，这不是脑筋急转弯。因为我那时候答这个的时候，就想说这是脑筋急转弯，结果不是，这是真正的。好，
好，刚刚那一串英文如果呢来不及看它，老师现在的手机上面的最上方的题目都还在上面。好，我有八只脚嘛，然后我喜欢吃虫子。虽然有几个英文字大概我也看不，就是不一定会全部全句都看懂啊，大概是猜一下这样子。好，来，然后大家体验完咯，那老师应该都知道卡户就是有这种有趣的事情，他会立即的好、哦、让大家看到，哇，太棒了，不负众望。然后接下来啊，那个体验完之后啊，哈、哦，这里有一个那个有趣的事情，哈、哦，就是这个画面的右上方有一个分享颁奖台。好，那有时候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在现场嘛，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啊，我们会跟同学讲说，哎，我们前三名会加分，或者是有小奖品这样子，对不对？好、哦，好，老师，那您就到。分享那个颁奖台这件事情。好，这里有一个不错的东西，就是 Google Classroom。好、啊、那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嘛，对不对？好，没有现场记下来我们就会忘记，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按这个东西。好，然后贴公告的、我是借用我们学校数学科，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一个那个Classroom 在用。好，我再示范给老师看会有什么效果。好，2023 03 01。好，来，那我就等一下，好，我选一下，不要老师都其他老师都看到那个骚被那个我骚扰这样子。那我这边就贴公告出去。好，贴公告出去之后，老师你就是看哦，好，走哦，这边它就会有一个刚刚嘛贴的刚刚这个，好，它就会有一个这个画面。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到时候你如果忘记是谁，好的话，你就可以来这边，哎，看一下是哪几位同学，这样子。略过，好，等一下哈，好的，来，那这个是分享，那个颁奖台，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那个，下一页，好，它这里啊就有，就我们。做完题目嘛，是不是有一些题目就是大家可能会答得非常的不理想，对不对？好，那所以说这边就有一个下刚刚说的那个下一页，好，下一页那边啊，好，就是一按下来之后，就是现在这个有一个有一些难的题目，像这个难的题目有三题这样子，然后他这边就像说我们在课堂上的时候啊，你就会马上去用到这个功能。好，就看哎、欸、哪一题是大家错最多的，然后、哦、第八题还有第六题跟第九题这样子。那我们顺便说一下好了，那个第八题的话，它大家现在应该知道嘛，就它其实要用数学的那个用语这样子，所以有些老师说等于鱼嘛，好，那个吃掉的那个鱼就不对这样子。好，那第六题的话，其实好。等一下哈，第六题的好，我这不能放大，这样这边有点瑕疵。好，第六题的话，老师您这样子看，应该还可以看到一些哈，就是它其实就是会有那个字上下字叠起来。好，上下字叠起来，最中间那两个就是九加五是十四，六加八是十四，哎，都是十四，所以。左右对称，1 11就是12嘛，所以是33 36嘛，所以4的话底下加2
这样子。好，然后第九题的第二是第九题的话就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可以那个当脑筋急转弯，每一个答案都是对的哦。好，好，拍谁？好，然后这样子在课堂上我们这样子检讨，就是稍微检讨完之后嘛，我们就会想说，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那个状况。好，整个报表哦。好，好，然后列印这报表大家就很紧张了，因为会当大家的那个刚刚的状况就完全现形这样子。好，报表的选项，好，那个报告的选项这边，好，报告选项这边，老师麻烦你们看一下我现在画面的中间的那个报表选项有一个三点水，好，三点水这边，好，那我老师可以直接开启那个报告等一下，开启报告，喂，好，直接下载。好，老师稍等我一下哦。好，我认为啦，就是其实用了这么多次，我还是觉得说卡户他在做那个报表的时候就是还蛮及时的，就是至少我都找得到那个学生的东西，这样就是及时就可以找到。好，这就是刚刚我们大家做的。因为我上个礼拜确诊，所以现在还会咳咳嗽这样子，所以会有很多噪音，不好意思。好，来，那这个就是大家刚刚的你看老师应该有找到你的名字，对不对？好，所以你就会得你答对几题呀、然后这样子，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很及时可以看到学生的状况。好，来，然后这个。这个部分呢，就是有些人老师老师这一看应该都知道，就是答对啊，或者是你答错啊，或者是你没有来不及答啊，有些时候那个学生一晃神他就会来不及了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后面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后面这个就是每一个题目的报表，每一个题目的报表，然后每一位同学怎样这样子，他就会在这边显示。好，来，那所以那个结论的部分大概就是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嘿，就是卡户我觉得非常让我虽然说他做卡户的时候会教室会比较热闹这样子哈，有体验过老师应该都知道，就教室会非常的开心这样子，但是还有一个他，我觉得他有一个绝对的好处就是他的报表很及时，而且做的还蛮明了的这样子，可以让大家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很多资讯，我觉得是不错这样子。好，来，那以上就是我大概要让大家体验的。好，接下来呢资料也是一样哦，那个卡户的主要的那个算是功能键吧，它会列在上方，就是那个这个画面的上方。好，老师会看到大大的字卡户，如果你的画面乱到一个不行，你就按一下卡户，它就会帮你重新整理一下，整理成你本来进来的那个样子。好，来，接下来呢，好，刚刚体验过对不对？好，现在就是我来看一下说我们呢、真的我们自己要开始做咯。好，那开始做的时候是怎样呢？好，资料库这边有一个资料库。好，那因为我是已经之前就有在用了，好，所以说资料库里面就有一些东西。那老师，如果您今天听完我说的之后才做的话，好，那老师等一下，我先把其他的关掉，因为我这台电脑已经比较旧了，所以说它有些时候就是会不太好这样子，有时候就会跑不动。好，那如果老师您是
现在听完才开始要动手的话，你这边就是没有东西，这样子，好，没有什么东西，好，然后那我会建议老师，好，第一个事情要做，好，要做一件事情，好，就是来，好，等一下我再说一次，卡户，好，很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跑到哪一个页面去的时候，你就按一下左上角这里有个卡户，好。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帮你清掉画面，好，清到就是最原始的那个画面。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做我们的题目了。好，刚刚不是大家在做，就是体验别人的题目，对不对？好，现在我们要开始，那就跑来这里，好，跑过来数过来第三个首页探索跟题资料库。好，资料库里面你会空空的没有东西。好，没有东西的时候。老师，你帮我做一件事情，我认为是蛮重要的啦。好，先像我们在做那个档案，就是电脑的操作的时候，好，我会建议大家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建那个资料夹。好，资料夹。好，因为如果你的档案很多的时候，你才在做这件事情会比较乱一点，这样子。好，那所以老师您资料库打开之后再回来。好，左边，好，左边往下，卡户往下找，就有一个我的资料夹。好，按这里有个加号，按上去。好，那我来示范一次。好，我就打 ABC。好，这样子，那就好了。好，哎，开始。跑掉了，好，等一下哦。N B C， 好，这样子他就跑过来了，这样子好。然后跑过来之后，里面就没有东西。好，里面没有，当然，然后因为我刚刚才弄的，好，里面没有东西。然后这里就是建立卡户，这样子你就开始，好，开始弄。好，那这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哎，等一下，我不要又跑掉。来，那想说我先偷懒一下下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之前的东西。像老师，如果您就是有之前有用过，好，在很久以前还卡户还没有很方便的时候，曾经有用过，好，那像我这个，我曾经有用过嘛，好。好，那我今天就示范一下下，把它移过去哦。好，是这个三角函数的基本题有十题。那刚好那个商科一年级嘛，哈，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商科一年级第二册一开始应该就要开始讲那个，就会开始讲三角函数这样。好，那我们就是可以用这个三角函数这边，然后移动。好，欸，老师不好意思哦，忘记跟老师说一下，因为我们下指就是在线上的时候，我们下指令都要先跟老师预告一下。好，来重来一次，刚才建好这个资料夹 ABC 是没有的。好，那以前呢，啊，我有做几片。好，那我现在先示范一下怎么把这个移进来里面呢。好，这边有一个我要移的这一个。这应该算是这一张考卷。好，这张考卷的右边有三点水，三点，三个点点，三点点。好，这里有一个移动。好，移动之后你就选一个资料夹。好，移到这里面来。好的，好，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来再来看一遍哦。跑进来了 ，ABC 刚刚没有，对不对 ？ABC 这资料夹刚刚没有。好，然后后来。我刚刚把以前的东西移过来了，好，这样就可以了。好，当然啦，吼，他这样子，等一下，老师您再，看我做一遍。好，刚刚移过来嘛，哈，那老师会说，移过来之后不见了，没有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好，老师，这个哈 ，A、B、C 移进来的这一个，好。我不要让它不见嘛，哈，不见的话就可惜了，哈。好，那我现在来做建立副本。好，那今天是
0313嘛，好，就建立到这里来。好，这样子，然后我要让老师看一下它的差异在哪里。好，很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好，卡户点一下资料库，然后再回来点今天20230131的这个。好，老师有没有看到？刚刚我把那个我以前的旧档案从旧档案夹里面移到我新建的档案夹 ABC 里面，再从 ABC 里面去做副本，这样子。好，有一个是直接移进去了，直接移进去的话，嗯，像我教，比如说我教两个商科，假设我教两个商科，那我就会开两个资料夹，哦，班级每个班级开一个资料夹，这样子，那我就会丢进去，不就是假设我要测这两个班都要测这一张考卷，我就会丢进去两个那两个资料夹各丢进去一份考卷，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开始就可以开始玩了，这样子啊。然后因为我们刚刚已经都体验过了，所以我就不再让大家看这个。好，我介绍一下下啊，因为之前我先介绍这个好了，因为之前的话就是曹老师这边啊，齁，曹老师这边就是有问，刚就上一次齁11月份的时候，曹老师就问我们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去弄会比较便利，这样子齁。因为有一些，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师就是在那个你以前的经验，以前我们的经验就是数学试纸输入很困难，所以说就是对这几个那个测验线上测验平台会比较接受度不高，这样子，就是会比较觉得说好像比较不适合我们数学还是纸笔测验会最好，当然好，但如果说有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变通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好，老师您看哦，齁，这边有一个铅笔，好，右上方这边，齁，三点水就是刚刚看到这个嘛，齁，好，然后接下来有一个铅笔，好，点上去。好，铅笔点上去之后，老师您就可以看到一个画面，就是编辑的画面，对不对？好，那因为我们之前都有遇见过一些那个算是处理不好的地方，好，处理不好，就是我们会在那个我们的题目上面晒30度，题目上，像我们就是会直接剪考卷，直接把考卷那个题目弄过来，考卷上面会有一二三题，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是会比较麻烦，因为会错乱，会让学生有那个作答的时候有错乱，这样子。好，所以说老师您看我的画面这边啊，齁，就是题目，齁，就是那个那个图形啊，应该这样说，那个图形上面啊，齁，有一个第一题，这个就是我输入的，来，是我把它弄掉。好，那我再重新输入12345 6，这样子，这个是我输入的，这样子。好，第一题，好，那老师我会建议老师们就是简单做，好，像我们的话，我后来就发现这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第一题这样子。好，那老师如果您的那个设定的东西它的方程式它不会太复杂的话，老师那您就在这里，好，就可以直接编辑，这样子叭叭叭直接编辑。好，老师不过我可以跟老师们分享，就是这个直接编辑是一种方式，但是我认为比较简单，因为现在那个电脑的剪辑就是电脑那个裁剪画面的那个方法比以前进步很多，这样子。好，所以说我会建议老师用那个直接用文本去做裁剪，就是 Word 档或者是 PDF 档，那直接裁成我这个是一张图片，这样
这个是一张图片，看裁剪图片这样子。好，那其实 到时候汇入，就是我们会跟老师说汇入的时候，那就是用汇入图片的方法去做，这样是我认为是最简单的这样子。好，我自己个人后来做了之后，会卡户的部分就是会用那个汇入图片。那汇入图片有一个很好，就是更好的，对我来说会有一个更便利的地方，就是它的汇入图片嘛，它的图片会比你自己打的还要清楚，因为它比较大，这样子图片会比较大一点。好，那你看啊，像之前我们都是考这样子，我相信有些老师应该会觉得，哎，我这个还可以用这样，然后是那方如果可以的话，是今天会后我会跟大家说怎么去做搜寻，搞不好你就可以搜寻到我这一篇这样子。好，那这边出了实体，然后老师你等下搜寻到我这篇之后，你想说要改题目要加题目好都可以，这边好右左下方1234567890，好，就有点像投影片。好，那再按上去就是加题目，好，你就可以看你要怎么加这样子。汇入好不要，那像我的话就是加那个测验加题目。好，老师那刚刚按了加题目，老师有看到了。好，加题目完按下去之后，它就会是这个画面。好，这个画面的时候，老师你再帮我跳到，现在你的眼珠子帮我跳到那个左上方，左上方有一个提醒。好，提醒老师，我讲完这个我们就休息一下哦，吼，知道大家累了。好，这里有个提醒，好，这边有很多可以看的。好，但是老师这个就是只能够选那个测验跟是非题。这样子，好，老师你就是要看信号都不能选这样子。好，通常我会建议老师直接用那个选单选题就可以了。好，改时间限制然后标准什么的，好，这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我就不说了。好，老师你不用担心，因为只要你卡户学好，就你有把卡户弄熟的话，其实就是其他的东西啊，就其他那几个平台其实都是差不多大同小异这样子。只是刚好就是有时候它的那个工具列，好，我都把它说成工具列，就有时候它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工具项目在左边，好，或者是在右边这样子，左边或者是上面。这样不一样，就有时候在左边，有时候在上面这样。然后如果不能使用中文的那些指标的话，我们就是练一下英文这样子，齁，大概就是这个差别。好，老师那刚刚回复也是一样哦，这个的话，好，我好像开太多了。好，老师那我再帮大家再复习一遍，然后再走一次，因为如果假设今天有那个头一次看到这个的老师可能会有一点爆炸这样子，觉得怎么会乱来，怎么会乱来乱去的。好，来老师，那我就把我的镜头关掉。好的，好，老师这样子有看到哈，大家有看到我的分享了哈。哎，等一下，哎，是不是我没有分享？有吗？好，那我就来分享。好，那我刚才在那个做我们之前的考题，然后我就是随便乱做这样子，就不是随便乱，就是说做一下那个不一样的题答案这样子，好，然后让老师看一下。好，刚才在几分钟之前，然后我玩了一次。好，那也是一样，他这边就会有显示。哦，就会显示的这样子，然后就从这边开始。好，来看一下我报告书这边。好，老师，那你就看哦，他这边有一个第一个项目，刚刚做的嘛。好，第一个项目有一个玩家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开启报告。
好，那刚才那个，因为我是想要做出那个差别，好，所以说我就是有些答案啊没有选啊，或者是说故意选错这样子，好，所以我就是十题的话就对了，四题这样子。好，那所以说他就是那边的话呢，他会记载说有一些题目啊，可能就是很多人没有做。没有做好，哦，没有做出来，没有做好，这样子。好，老师，你看这个画面哦，好，这是一个报表，那跟刚刚一样，我再示范一次。好，报告选项，报告选项这边三点水，三个点点这边按下去，好，下载报告，好，这个就是跟刚刚一样，我就不说了，好，就不说了。好，老师，那因为刚才我们卡货的功能就是可以及时看报表嘛，好，及时看报表。好，那如果考不好的话，老师您觉得会怎么样？考不好就是像说以前我都是就是有时候就是对某一些班级的要求就是稍微多一些些的话，就会说要重写一张考卷嘛。对不对？好，老师，我应该会这样做嘛？好，应该说不是说应该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做，因为真的，有时候有些同学就是真的会考得很差，那我们就会想说要鼓励他们一下，说好了，那我们老师我们会发第二张考卷给你们，然后如果这张考卷的分数可以，就是这一张考卷有认真写的话，可以加分，这样好。这样子，那我们就是纸本测验的时候会有这个状况，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这边也可以哦。老师，您再往下，好，往下滚。好，有这个报表上面，他判定了有四个难题。好，十题里面有四个难题。好，那就看当下老师你们那个班级的作答状况，它就会产生多少。好，这边呢就会看好，那这里。在最下列的左边，好，最下列左边这边，这里有写，仅以困难题建立新的卡户。好，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叫学生写啊，然后那种比如说有些同学啊，哈，就是字数比较稍微高一些，他就觉得刚写过很简单，我不想再重写。像有些时候我们叫学生订正嘛，那有些学生就是会举手问说老师那错对的要不要订正这样子，我就在想好，那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仅出现困难的题目。好，来，老师您看我做一遍哦，就觉得还不错。好，建立这样好，老师他就主动帮大家把刚才老师觉得说还想要再问一次同学，还想要再让他们再作答一次的题目，把它跳出来了，跳进来这边了。好，那左边这边也是一样，它就会出现这四个题目。那老师，如果您觉得说刚才某一个东西好，某一个题目你还想要再加是可以的，就直接加进来这样子。好。那我这边就没有再，就是不用再说什么，好，直接按储存。老师，这个有一些免费的背景啦，因为怕学生说那个都很厌烦了，那我们就是换一下背景。右边这边，老师您今天就轻松一下，看体验一些我的东西，然后看一些我们怎么操作，然后回去之后，老师您就是自己可以摸索一下，旁边还有蛮多，就是可能我没有注意到的功能，老师可以去好好的去体验发挥这样子。好，那我就改变一下，那个春天或者是夏天啊这样子，然后就随心所欲的。好，好了之后呢，就按储存这样子。好，那我这边就写一下，来是。好，好，那这样子就可以了。好，那可以，当然可以直接玩，好，就直接玩，就跟刚刚的过程是一样的。好，那我这边就按完成。好，完成这边之后，他就会跑到我的那个
资料库里面来，好、哦，资料库里面来。好，那也是跟刚刚一样哦。好、哦，资料库尽量不要就是乱，因为乱的话大家就会不知道东西到底要怎么样。好，那我就把它移到这里，这个。好，再试一次。好的。老师，那我请大家看一下哦。如果说在现场，因为其实如果要重考，再重做一次，我们不太可能再让学生在现场再做啦。说实在，因为如果在像说我们正常的操作的话，应该是在课堂的后面，后课堂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做这个，稍微做这个活动嘛，哈，好。那做完这个活动之后，可能就是时间，就稍微再检讨一下之后，应该理论上我们一线老师都知道，应该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再去做第二次了，而且做第二次可能学生也会觉得很腻这样子，好。那所以说这边我会建议大家做这件事情。做这个指派，这样好。那指派的这个部分呢，老师您看画面你就知道了哦。那个老师您就会规定同学哈，今天回去哈，回家之后你再去做一次这一张考卷，这样子好。那我们这边就会限制时间，好，你这都可以改，日期时间都可以改，好。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按下去之后，就可以再试一次哦，哈。其他老师有看到画面的中间，好，画面中间这边，好，来，他有其他分享方式，像我们最厉害的嘛，我们现在老师们应该都会非常厉害这件事情，就是按下去 ，Google Classroom 按下去。那像我们不像我们这种线上，就是比如说在做这个一定都是这样子 ，Classroom， 然后按到那个你要分享的那个班级，好，选动作，那可能就是老师我们就会选成作业这样子，好，然后你要分给谁呢？好，分给一二三好了。要分给谁呢？这样子，好，分给我。等一下，好，这是我们老师们的群组。好，这样，然后出作业，然后截止日期是什么呢？好，你就选一下刚才的那个日期，这样子。好，出。这样子，好的。那你就去看一下。这边就有贴了，你看这边老师，这里就有一个新的作业，这样子，那你就学生就会接到老师的那个作业的那个通知了，这样子。好，我是觉得这个功能还不错，可以让老师就是去，真的很像是我们纸本测验这样，好，就很像我们纸本测验的使用，因为纸本测验就是。那个出完考卷，写完之后错，就稍微难题订正完之后，如果老师有进度还算可以的话，就是会再给他们一张回家作业，就是再把一些题目再写一遍这样子。好，来老师，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来建我们自己真的哦，哈，要开始建我们的哦，哈啊，如果老师您有那个。笔电的话，好，你就是可以跟着我的那个过程这样子去做，好，也可以。好，老师，那画面很乱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好，开始卡户，按下去，好，按下去之后，它就回到原点了，好，好，然后刚刚我再复习一下哦，刚刚的资料库，好，很干净，都没有那个都有归类归好了，好，正常，然后报告。好，报告这边刚刚我们有设定好补考的那一个嘛，对不对？好，补考的那一张，然后它这里就会有一个标示，再试一次，然后三天后会结束，
这边。好，那你也可以改，你也可以改，就是刚刚我们按进去的时候，老师你自己因为时间没有很多，那个你按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摸索一下，可以改时间这样子。好，来，我们开始建立咯。好，老师回到最简单的主画面，接下来呢老师您看一下那个上方的工具列的最右边，小铃铛的旁边，娃娃的旁边有一个建立，这样子。好，建立，卡户。那除非老师你已经很厉害了，就是不是啊，不是很厉害，就是说熟，已经熟了，好，的话，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其实我们大概也没有很多时间，好，就像我们一线老师，其实我们课业那个备课都很重吃重嘛，然后现在学生的状况也都是不比较难以估计，所以有时候我会增加蛮多备课量的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其实是用按建立，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呢，好，老师，那我再重复一次哦，哈，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话，你就按卡户。好，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做题目喽，开始造题目上去。好，卡户建立，好，右上方建立，建立这边，好，再来，都选最简单的就好了，所以我们就是一步步来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这边的话，题目这里第一个。好，现就是有一点像是怎么说？有点像是投影片，就是简报，简报。好，简报不是都会在左边列出来，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这样子列。好，这个就跟简报是一样的。好，看，请输入你的题目。那我们刚刚有说嘛，好，理论上我们就会就是第一题这样子。好，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随便，不是随便，我不能这样讲。就是等一下哈，我刚刚弄太快。好，第一题输入完之后，那像我们的习惯就是比较我啦，我会建议大家就可能就是用那个图片这样子。好，那我昨天就随便放了一个图片上去。好，那这个当然这些图片你可以用啊，但是老师应该理论上数学老师都会怎么做，就是。左下角，老师这边有一个上传图片。好，这个是昨天我放的。好，放了一张图上来，这样子。这张应该大家都蛮常看到的吧？好，这张 S 那个三角函数的那个记忆图，这样子。好，这一张。那我们就是会问说，sin，比如说 sin A，第一题，求，求，好，来，那这边的话就是大概随便输一下，好，这个，抱歉，好，我随便说哈，就示范一下。那因为有时候老师也知道说，像这个的话其实很麻烦，就数学的东西。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把那个的答案、题目跟答案都放在一起，这样子就会省掉你们一些时间。好，也可以都不用输完。好，好来，老师，那我这样子就做了一题喽。好，那个求 sin A 的值是多少？好，看图这样。好，是看，现在看这个画面哦，它很可爱，它有那个圈圈，对不对？圈圈它会一直跳动。好，那就表示它在提醒你，你还没有做答案上去。好，看做答案上去之后，它就不会再跳了。
这样子。好，好，这一题不会很难哦。这一题应该是如果有那个看到那个 S 那个字的话，应该就会记得了。好，所以就十秒钟就可以了。好，来，那有时候我像我不太熟的时候，我就是赶快储存一下，这样子。好，来，那也是一样，把它移进去。老师，稍等我一下。好，来，移进去这边了。然后接下来只有一题，老师当然就是太少嘛，就不满意。通常卡户的话，也不要太多题了，除非你是那种就是。要测那个反射性动作的，比如说，就是老师就是之前有一种，那种算是卡牌，好、哦，有一批老师他们很厉害，他们就设计那个卡牌，三角的卡牌，那就是在考那个大家可以把反应，好、哦，用反射动作把它答案，把它很快把它。跑出来这样子。好，那但是如果说老师我们现在小孩子齁，他对某一些部分他是比较迟钝的，就有时候想的时候没有像说那么快的话，那我们的题数就不要太多这样子齁。因为他们像我现在就很深的感触，可能我在讲这件事情，可能蛮多老师心有戚戚焉，就是今年一年级的高一，好，高一，好，就是那个一年级，上来的学生的状况，哈，显著的跟之前很不一样，超级不一样的，哈，这大家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好，那也有可能是刚好这一批的学生就是碰到2020的那个疫情嘛，哈，刚好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应该是线上的关系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对学习的部分、学习习惯的部分，跟以前的学长姐真的很已经就是差异比较大。好，来，然后所以说我会建议老师说不要太多，好，不要太多，那要不然他们专注力很快就会散掉这样子，好，不见这样。好，那这个是。刚才我们自己输的，对不对？好，那但是那个如果这样做题目的话，其实老师你会觉得，如果您是有算是很熟那个这些操作的话，当然就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好，那老师我现在在教，就是要跟老师们分享，其实有一些做法是很好的，很好，就很有趣，很好的，那。方便我们省很多力气，这样好。老师，那老师您的眼珠子借我一下，帮我看那个左边的那个第二个加入题目。我现在加第二张投影片上来了。好，加入题目来。好，加入题目按上去之后啊，老师您是不是有看到那个搜寻题库，对不对？好，搜寻题库。好，老师，那我搜寻一下，我现在这个我想要输出三角函数，对不对？好，三角函数，好，老师您看哦，三角函数，好哇，没有哎，糟糕了，好，就没有嘛，好，三角函数，好。老师，那我再试一个方法哦，好，是你看我一下有什么，不是看我看电脑那个看有什么差别哦。好，三角 T R I G O N 好，然后 O M E T 然后 R T OK， 哦，不错哎，有一些东西出来，对不对？好。F
然后 ENCTION， 好 ，OK， 好的，哇，老师有没有发现189笔耶？对，就其实蛮好的。你看，刚刚如果我只有输入三角的话，就是三角形的话就是一点点而已，对不对？好 ，F U N C， 我也是一直神功，所以打字很慢。好，那所以如果输入三角函数，真的就变了很多。好。来，那这样子有什么好玩的呢？好的，老师，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我看这边超多189笔，这边超级的多的东西。好，那我们就随便选几个啦，看我们今天只是体验，然后看那个状，就是看那个效果嘛。好，来，然后接下来我来做这个就是我来用这个，新增哦，老师有没有发现？有哈，好，没关系，没有发现，老师再看一次哦，好，再选一张进来好，我选这一张，好，老师我要按新增哦，然后你帮我看那个左边左列那边会出现什么东西，好，老师要看哦，好，也珠子借我一下看一下左边哦，好，左边按我按下去了哦，新增，好，是不是有出现第三片了，对不对？好，来，然后也是一样，老师你就一直就其实你会在发在底下这边找到很多你想要的。真的，人家都做好了，站好啊，好，更多也是同样的道理，就发现发超级多的，等一下，我找一个跟刚刚那个比较不一样的写法，比较一下啊，不要太难的，等一下下哈。不好意思，我再找一个就好了哈，让老师们比较一下那个效果。好，来，好，这样子，然后现在我们就出三题就好。好，好，也是一样哦，不要测试啦，好，先完成。然后大概就长这样子，好，那我来示范就好了哈，我来试就好了啦，好了，老师你就看看我试就好了，好，来这边，然后这里有跟老师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在做那个平台介绍的时候有说嘛哈，这个我们这个 basis 的免费的嘛哈啊，所以说它是。公开齁，好，那他的那个讯息显示在哪里呢？好，老师你现在看到我的这张考卷对不对？好，那这张考卷的左边齁，左下方这里齁，有个开始跟指派这样子，好，开始跟指派，那开始的底下这边就有一个公开的卡户，因为我们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等级，好，我们的这个使用的版本的等级就是一定要公开这样子。好，来，好，那老师我玩就好了哈，不是我玩了，就是说我们看看是什么状况。好，这边好，通常我们做完一张考卷，我们会稍微自己试试看嘛，哈，这边一样预览。好，稍等我一下哦，好，老师，我再重复一次哦，好，卡户，然后我的资料库里面，我的资料夹，好，我的资料夹里面有刚才的那张考卷，好，来，按下去。等一下，按下去，好，按下去之后，我们就是做完了嘛，好，我们就要测试一下，好，三点水，
左边开始的上方有一个三点水，哎，三点水，好，三点水的预览，好，预览的话就是让你的那个画面可以看起来就是一致，好，这样你就知道说，哎，学生拿到的效果是怎样。好，通常我们都是用经典，好，这里要输入，等一下它会产生的那个。好了，像我这样做完一片之后，你就跑到那边预览那边去做一下下，好，去试试看。好，啊，跟刚刚的动作一样哦。老师，您就是两画看画面，好，画面有什么变化？我现在就是跟刚刚大家的动作一样，卡户先登录。之后我把名字取好，这样子好。那老师您就是在课堂上的时候，因为同学们你也知道他们很活泼，过活泼嘛，齁，所以说老师您在做那个就是要进那个测验之前，一定要先跟同学说一下啦，齁，就是那个命名，齁，命名的那个规则，可能就是要先跟同学说清楚，因为我们之前就是遇到学生都很就是没有先跟他们说，就是会比较混乱这样子，好，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就先把这件事情先做好，好，来，那我开始喽。我一边展示，就是一边展示，然后一边让大家看说，哦，原来大家看到，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从别人的题目上面，就别人的做法上面去看说，怎么样会比较好，这样，我们的步题怎么样会做比较好。老师您看一下那个手机的，左边那个手机，然后老师，哎，不好意思，我都没讲完。他就是他的那个画面很，就会比较大。好，图形的画面会比较大一点点。好，下一题。好，是哪一个呢？好，这个你看，老师你那个图形啊，如果是有图形的，就会那个大小就比较好。我会建议大家用图，直接把题目用图这样子。好，那像这个老师就是那个。cosine 0度的前面有一个2，对不对？这个就是到时候老师，如果您在做那个题目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有这个。好，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画面，老师您看哦，然后这个老师非常棒，他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就是 A B C 珠，它跟按键 A B C 珠的位置长得一样，对不对？好，老师这样是不是很棒？学生就不会弄错，这样子。好，好。最后一题，那而且他们这边，如果我们用刚刚的网站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他的题目都是原文，就是那个英文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好，我们在做那个双语课教学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会有要做那个双语教学，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可以。安排这种东西，上就是上完课，上一些些课之后，然后我们就来做一些行程评量啊，随堂测验，那我们就抓刚刚我们示范的那个东西。好，老师你看，我输入中文他不理我，但输入英文就会跑出很多，对不对？好，好，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跳过啦，好，下一页。好的，来，等一下，我要怎么回去呢？好，老师等我一下，我要跳回去。糟糕了，老师稍等我一下哈。他好像当掉了，好啊，
吓死我了，因为我这一台电脑是比较有一点点有时候会没办法这样。好，那一样就跳回来，跳回来来之后呢，好，也一样，就是表示很乱的时候，很乱的时候，我们就是跑来按左上角卡户，好，按下去之后，好，那老师刚刚做的那一个，你看就马上就在这里了，他都没有等，这样子，好，好，啊，一样，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用的非常简单的方法，好，那差不多卡户我应该就是会说明到这边，然后因为还有一些时间，那我们就开始来讲那个quizzes。好，但老师我可以暂停一下下，老师还是说你们要摸索一下。这样子好了，老师我帮大家付。帮大家复习一下下好了，好，那我们等一下下，我复习完之后，我们就开始让大家去摸索，好，那我们就定，待会定那个11点再上来，好，11点，因为我待会要讲，很快的讲一下 quizzes， 因为等一下你们听我讲，你们就知道 quizzes 跟卡户蛮像的，还有。我还要再讲那个 Wotwo 的话也是一样，就是他们的做的方式都一样，只是说他们的差异就是在于他们的给学生的的界面的感觉，好，气氛啊，就是那个气氛不太一样。好，那我现在先跟大家说一下哦，好，清除一下我的画面，然后到。建立好，等一下，我先跟大家讲这个好了。好，探索，我忘记跟大家说明一下探索这件事情。好，探索的话，这件事情非常的好。好，老师刚刚好再重复一下哦，卡户很乱，对不对？那我们刚刚已经会。来资料库这个点一下，资料库这边点一下之后，这里有很多资料夹。那我们今天刚刚在玩的就是这几个 ABC 这几个，好，好然后如果看报告，好，就是点下去，然后左边这边有那个三个点点，三点点，好，你就按下去，你就可以下载报告这样子，好，那如果要在让他们重考，好，那让他们重考就是按这一个。好，那这个题目，这题目有哦，没有困难，因为我都没做嘛，哈，他就不知道我的困难点在哪里。好，那我不要选这个。好，那我随便了哈，我就选这个。刚刚我们大家一起做的这个题目，就是那个猜灯谜这个困难点这边。那如果说你要再让他们重考，你就从这个。好，那个报表，好，报告这边底下这边有建立一个重考的。好，来，那我刚算是把主要功能都讲完了。好，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的功能，我现在因为剩下一点时间，刚好可以把这讲一下。那个探索，好，探索就是在那个报告的右左边，在左边有个探索。好，这边有个筛选条件。好。三角函数，不好意思哦，老师今天都一直听我讲。好，来按下去。好的，老师这样子按下去。那我们刚刚有说嘛，哈，就是我们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会放在。平台上面这个部分的平台上面，然后让其他有在使用的其他使用者，像我们，然后我们也是一样，其他使用者我们就会看到别人很多的东西，可以下载，就是可以副本，好，建立附件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的东西也可以哦，也是可以被人家找到的。好，来，老师，我们刚
播那个三角函数，对不对？好，是您看哦，就探索，好、哦，探索，探索就可以找到很多别人的东西，好、哦，别人。然后刚才在做那个建立题目的时候，老师您听我说一下哦，好、哦，就是我知道大家已经开始精神又就是比较需要那个来老师。我说一下哈、哦，建立题目的时候，哈、哦，如果我是输入中文字的三角函数，好、哦，那就会找不到东西。我必须要输入英文字的三角函数，这样子。好，那在探索的时候不用，好、哦，探索的时候不用，就是档案的名称，档案的名称这样。那档案的名称里面有关键字三角函数，它就会有关键字的话，三角函数它就会跑出来。这样子好，老师，那您看我们的东西有没有在里面哦？因为会有公开嘛，对不对？好，这个超多的，好，没有哎、欸，好，没关系，再找。这个再找，真的没有吗？应该有吧。哎，还是我刚刚漏掉了吗？等一下好，我再偷偷看一遍，因为我是用那个我们数学科一个很可爱的图，对，不好意思了，让我找一下哈，大家眼睛借我就好，好，好，没有，来再找。真的不见了吗？不会吧。哎、欸、我看到以前我们的东西耶。哎、欸、出现了，在这里。好，这里。这边。哦，原来要找到很底下这样子。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我想说，测试看看好了，然后真的可以找到、欸，哎，好，这是我昨天就自己在设定一个，哈，在11个小时前，就昨天凌晨的时候，我想说排进去看看。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嗯，为了那个双语教育嘛，大家应该都。数学老师嘛，哈，其实数学老师应该是比较弱的科目，应该是文科，哈，甚至是那个英文这样子。然后我个人也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说双语教育对我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负担这样子。好，那后来我发现，哎，可以，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卡户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平台上面有非常多英文的题目，那我们就是可以借助。他们的这个部分，然后可以减轻一些我们的那个备课的负担。对对，像这个，好，老师就还不错嘛，哈，就可以从老师我再重说一遍哦，哈，卡户探索，然后就找我们的关键字三角函数，这样好，那就可以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到一直往下找，往下找，找到你要的那个题目，就那个算是那个考卷，对，线上考卷。像这个我就觉得还不错，它就是每一题都设计的超简单的，不是，就说蛮基本的这样子。嗯，好，那以上就是我针对那个卡户做的比较详细一点的介绍，因为我想说，卡户是一定有。好，就是在那个软体名单内这样。那而且他就是学生也比较熟悉，因为相对其他软体，卡户的每位老师他使用的那个频率会相对比较高一点这样。好，然后再下来就是学生的使用的状况会比较就熟悉，他们比较熟悉卡户的这个界面这样。好，这是他的一大。我觉得我会比较推崇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他的报表真的做得很及时啊，这样子哈、哦，就是做得很方便我们现场老师使用这样。然后他还有重考，呵呵就是
出重卷这样子，哈，我觉得这个都很不错。好，这是我蛮觉得说卡务是一个蛮不错的那个辅助我们测验的一个那个平台。嗯，那待会还会介绍两样，不过老师不用担心，待会那两样的话就是很快，就是老师会发现是差不多的那个操作这样。好 ，quiz Q U I Z I Z Z quizzes 好也是一样，很他们都这三个都是很亲民的那个算是登录了哈。好，我也是一样选中文，比较快速一点。好，他说他就这里就写说透过 Google 登录 Quizzes。好，那我就用我们学校这一个。好的，那登录完之后，刚才啊，哈，刚才卡户跟 Quizzes 很非常像，因为待会你摸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蛮就有些就是我们如果会做卡户的话。就会做卡户的那个题目设计的话，其实就是也应该会做 Quizzes 的这边。好，那它我觉得它蛮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对我而言就是版面。好，那卡户的话，它是在上方，它的工具列在上方。好，那 Quizzes 这边的话，就是在左边左列这边。好，Quizzes 也是一样哦。当我们大家乱掉的时候。好混就是很乱的时候，哎，不好意思哦，我这边关一下哈。好，关一下我的镜头。好，那 Quizzes 这边呢，哈，它如果是乱掉，你的页面乱掉没有关系，哈，也是一样，这边，按一下，好，它就会整理，它就整理这边。好，整理完之后，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了，哈。来，也是一样，我的刚才那个是试题库嘛，哈，好，试题库这边也是一样，然后试题库这边按下去，好，我再重来一次哦，哈，整理一下，好，主页面出来了，好，然后呢，像我啦，哈，我都是第一个，好，我现在要跟大家说嘛，我们要怎么做，好，第一个，对哈。就不要再让大家体验了，老师你们看我做就好了。 好，我的试题库，好，我的试题库这边呢，我都会按这边。好，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可能老师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个好用的东西，然后但我跟老师说就是也是一样有资料库的概念。好，新的系列这边，好，B C 这样子，这里，不好意思哦，等我一下。有点单调，老师稍等我一下哦。怎么回事？好，重新整理一下我的资料库。哦，我知道了。好，来回来了。刚才因为啊，就是我刚刚输入的是英文字，这样。好，老师，等一下，如果碰到，就是老师你们下午如果有兴趣试的话，是一样，就是碰到刚刚跟我一样的状况的话，突然间出现奇怪的东西，哈，那老师您就帮我到那个Google 搜寻的这个那个标杆这边来，好。最上列这边有一个那个 G， 就是那个翻译嘛，好，中文英文这边，老师您就帮我切换一下，因为我刚刚不就是输入英文嘛，好，所以它就会有这个。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去做一个那个测那个创一个那个测验嘛，对不对？好，那也是一样哦，这边
有一个从这边导入。好，哎，等一下，老师拍谁？第一个，我重来一次哦，哈。好，我的资料，我的那个试题库这边。老师，我很快的那个做一下下，哈啊，等一下下，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感觉。好，这边，然后再做一个，刚才的这个是一个资料库嘛，好，刚刚我们建的，好，先把那个资料夹先开好的概念，这样子，好，那我们要做一个测验，通常都是做这个测验呐，哎，看出现什么事情，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一下，等一下，好，再来一次，换一个测验。有时候就是会突然间会这样，老师你不要太紧张，就是你再试一下就好了。因为老师您就是这两年下来之后，你应该会有一个那个心得，就是只要是平台上面的东西，有时候会，有一些部分会不稳定，可能就是有诸多因素的哈，就也不是说怎么样。好，建立一个资料夹，好，然后再创建，好，接下来改个名称吧，好。然后我们要建新题目，对不对？好，题目，好。那我们刚才啊，就是都其实我这个人很懒，这样子。其实我都是先看看上面有什么。好，上面有什么呢？看看有没有我们的中文。把中文字之前先改一下，好，改一下那个刚刚的东西哦。好，三角好。哦，真的蛮多的耶，吼，就光是三角函数这关键字打下去就很多，你看啊，这么多，好，那我们就随便选一个哦，好，不要随便选，随便选有点麻烦，好。我来看一下，好，这个，好，那我点下去，点下去之后，老师是不是觉得，这一题好像不错哦，哈，就他这边总共有18个题目嘛，哈，但是。有一些题目就是我适合我们，又有一些不太适合嘛，对不对？好像现在新课纲里面啊，就是，那个有一些东西是有被删掉的。好，那像我们就想说，哎，三角函数赛的英文名字是什么？英文名称是什么呢？好好，这个可以选哦。好，好，老师，刚刚可能有老师不小心就。眼睛眨了一下就没有看到，对不对？好，再来试，我再示范一次哦，哈。好，这个我来试哦，新增题目。好，老师，我按这边哦，然后老师您帮我看那个左边有一个圆圈圈会跑出来，圆圈圈圆色白点，好，白点跑出来，好。那我选两题就好，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没有时间去做这个示范。等一下好了，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好，这个，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现在找了另外一张考卷。好，另外一张考卷，这个是比较多图形的，这个还蛮有趣的。哦，这是什么呢？好，老师您现在看我的画面哦，好。我现在画面是停在一个左边，右边的中间是停在一个很奇怪的字，好，这边，有一些感觉很像，一看应该觉得是乱码，好，是乱码。好，老师，但当你们操作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担心，就是来到上面来这边 Google 搜寻这边，好，把它改成英文的这样子，好，就恢复正常。好，也是一样，新增它就。飘过去左边，好，当作我们的题目了，这样子。好，
老师您看这些题目你就知道，哎，很像是我们讲义上面的题目，对不对？齁，是吧？齁，那所以说老师您就是不用说那么辛苦，就是还就是逐题去做，然后可以像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备课真的很辛苦齁，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稍微有时候稍微逛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是其实是跟我们上课很像的，已经很像的那个素材这样子。好，那我就选了这四题。这样，好的。那选完这四题之后就好了嘛齁，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要改时间吗？好像这个的话应该对我们来讲是很简单，就稍微改一下这样子。好，这都一样，就稍微改一下。好，那老师我就不啰嗦，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好，那做完之后就是来做储存。然后储存，好，老师我刚刚是按储存哦，好，储存之后像说那个 quizzes 啊，我是个人是更加的会去常用这一个平台上面的齁，这个方式这样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比较有分门别类齁，那像刚才那个卡户嘛齁，它就储存就储存就结束了这样子。好，那 Quizzes 这边的话就是第一个我刚刚按储存对不对？好，那它就会跳出这个页面。好，就请你再去看一下下等一下再改一下看看它会不会恢复正常。好，来，那通常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设计好一张题目了对不对？好，一张题目了。好，那一张题目之后呢，我们就是要储存。储存之后，他会问我们，我们这张试题的一些基本资料，就身份证的概念。好，它的主题是数学。好，然后几年级用这样子，几年级用。那我会建议大家，因为它这个是可以复选。等一下，为什么这不能复选？哦，好，他现在把它拆成这样子，好，这种的做法，就我觉得啦，那个范围选多一点会比较好一点哈，这样就能见度比较高一点，这样子好，然后就选一下基本资料，好。那公开哦，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好，然后老师您点一下，您点一下，你就会发现私人这个的话就是有一个闪电，闪电的话，老师您知道意思，就是付费就可以用这样子。好，就你如果付费的话，这边就可以用。这样，那像那个卡户跟这个好都一样了啦。哈，还有下个礼拜。好，下个礼拜二同一个时间，下礼拜二同一个时间是蛋糕工马老师会介绍的那个 Desmos， 那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现在都是公开了，齁，就让大家的资源共享这样子，齁。好，所以说都是公开的，齁，就是卡户Quizzes Desmos 这边，好，然后再继续，齁，我就设定好了，齁，这个就随便。不是，就目前为止是这样子。好，那你要加封面就是自己加这样子。如果你有封面的话，就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会多，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用这个好了，不要用这个好。那加封面有一个好处啦，就是。就是算是标记吧，齁，就大家如果到时候用的时候会比较方便找这样子。好。好，这样就完成了。就完成一份了这样。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我的试题卷。等一下。又来了。好。
不好意思、哦、我改一下、哦、可能这个地方要出问题。好，有时候就是老师，如果您觉得说嗯怪怪的时候啊、哦、可能就是去改一下。老师您刚刚有看到、哦、就是这边、哦、整理一下我的页面、哦、反正只要你觉得说怪异的时候，你就按一下整理页面，然后再到你要做的事情。好、哦，试题库这边，好，试题库这边啊，像我刚才也是一样，按了下去之后，它还是很奇，它还是出现奇怪的东西，对不对？好，那我就跑过来，Google 搜寻这边，好、哦，翻译页面这边改中英，你就不改这样子。好、哦，有时候就是因为那个部分它会卡住这样子。好，那我们刚才是这一个嘛，好、哦，是我们创了这一个，对不对？好，那一样，哦。如果说通常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暑假的那个八月快底吧，哈、哦，八月快底，我们那个就是有一个经费，就是教育部有一个那个辅助学习辅助的那个申请案嘛，哈、哦，那我们学校惯例就是会在那暑假的时候。好，会针对会考 C， 好，会针对会考 C 的同学开那个课程，好，开课程。那之前这还没有这两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开实体课程，这样，好，就开实体课程，让他们来学校，然后有一些算是补充吗？算是复习跟预习的课程这样子，好，就短短的。五天或四天，十五节或十二节课，这样，然后给他们一些那个课程。好，但是这两年的部分就是疫情的影响，好、哦，疫情嘛，那所以说我们学校，他们也都没有来，好、哦，就是暑假的那段时间都没有来，那我们就是办理那个线上课程。这样线上课，像我知道有些学校就是就是没有嘛，就是就是取消那个辅导课嘛，或者是说就辅导课后段都没有来这样子，那就是把整个课程就都取消掉这样子。好，那但后来我们就是讨论完之后，我们决定哈，所以其实。这可能以后会是一个必要性的常态啊，所以我们就想说也是利用这一次的那种事件去那个培养自己一些那能力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就蛮坚持说好，我们可以线上这样，好，那线上好，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有试。我们那时候就有试几个那个，就是一些平台的测验哈。后来我们老师就是使用了完之后，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用这个 Quizzes 这个测验这样。哦，之前就是用卡户的测验，或者是就用其他的那种纸笔测验什么的。后来就是放在 Classroom 上面，然后去做测验后，都状况都。比较没有好这样，那用 Quizzes 的话会不错，会不错这样子。好，来这边也是一样，老师一看也很清楚，就同步跟非同步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线上的也是一样哦。我因为时间没有那么充裕，我说明一下，我们的做法啦，齁，是。我们线上课程的时候啊，如果说像老师们之前可能有用过，就是用平板然后手写嘛，齁，就用平板写这样子，好，这是一个方式。那有些老师就是可以齁，可以做书商也有提供，就是那个投影片齁，简报这样，那我们大家也可以用简报。这样，那用简报的话，有一个平台叫 Pear Deck， 这样 Pear Deck， 好，那个平台大家应该就是离职，
好，也可以离职这样子，那个平台不错用。那但是因为也是一样免费不免费的问题，就是后来现阶段我们就是比较没有去用，因为有时候老师们要登录那个账号的时候就产生一些问题这样。好，那如果说Padtech 离职版那边是老师们有学校有那个平台数位软体的采购有去有那个东西是付费的，那就会我会非常建议老师去使用。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好，现在要说的是我们这边没有的话呢，那我会建议老师用这个。我现在我要说的这个，好，我刚就是已经做好一个题目了，对不对？就是做好一份那个题目，对不对？好，那这边如果老师们，好，经典这边，好，经典这边我们可以放在前侧后侧，学生可以，老师看那个说明就知道，学生可以用自己，好，就是我们一开始，好，等一下我老师翻一次给你看，好，哎，好像太久了，他完蛋了，好，他就会长得像这样，然后也是一样。这边，来这里，等一下哦，我先登一下我自己的就好了。好，因为现在没有空，让老师们去做。好，老师稍等我一下哦。来，老师，那我现在先登录啊，老师您看就好了。啊，好，我先把声音关掉。老师您先听一下哦，他是声音是还蛮微妙的，很可爱。好，但是我现在要先关掉声音，因为哦，谢谢老师。好，那因为那个。他那个声音呢、啊，会影响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收音呐、啊，哈，所以会比较没有那么好。好，那但是如果在现场的话，老师您就是把声音放出来会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就是有话会有其他的声音这样子。好，来啊，这个的话呢，就是我现在随便点哦，哈。做一个了然后如果有在跟我们一起做的老师，你就会知道那个页面很有趣。然后像我刚刚在跟大家说明嘛，然后有老师就先做，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就是还在做。好，等我一下哦。好，再等我一下哦。那有一些同学啊，就是在那边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哦，就是我为什么会很推崇这个，就是就是我们如果在现场，哦，在现场哎的时候啊，哦，就是有一些同学他就是不晓得怎么回事，然后就是睡，就是不是睡着，就是恍神了，然后就像我现在这样一直停在某一个地方这样，那。我们那时候就是暑假的时候，这暑假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会在荧幕的后面一直喊他，好，所以一直喊说某某某某某某这样子，好，那就听到赶快作答这样子，好，那所以说老师您就是要帮我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那个规定像上一次一样啊，吼，哎，我试题都做了耶，好棒，好，那。就是要把上一次我说的，就是要把名字叫好，就是像我这样子，就是要把名字，比如说他们班的学号、座号，或者是他们班的他的名字的某两个字，因为有些同学好像听说就是不好意思写真的名字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用代号这样子，好，来，那也是一样哦，这边的话。就可以看一下他的资讯，然后这里是排行榜，通常啊，
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是正常的课，正常的那种四五十个人的那一种的话，那你就可以勾这个，你就可以勾左边右边这个只显示前五名这个东西。好，那他就比较不会说好像不好意思这样子。好，那如果说像我们是在暑假的时候用，好，我们是在前测跟后测的时候用。好，那我们就不够的话就大家就会列在那边。那像说辅助的话大概就是十个人。好，不过暑假会比较多啦，因为暑假就是老师您知道就是会考 C 嘛，齁，就会考 C 的话就是要怎么说呢，就是学校就要安排他们做学习辅助这一块，齁，就要帮他们做衔接就对了，齁，就那个辅助的衔接。好，所以每一个班的人数大概都会二三十位这样子。好哦，不错耶。好，那就直接跳过。好，来直接跳过。好，那这个部分呢，它可以也是一样，它可以分配，就跟刚刚我说卡户，所以你会卡户的话，你会卡户的话，理论上这个都会一模一样，就是也是一样，有制定日期啊什么的、啊、这样子。好，然后就让大家好来这个看哦，这边的话就还不错，大家都是很认真的作答，然后也可以像说也可以那个重复作答。他如果说他还没有在你的期限内齁的话，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同学已经做完了，因为对某些认真一点的有在听课同学来看的话，他可能会还蛮快的就是可以进行完毕，齁，这样子。那所以后来就是他不满意他自己的成绩，他就会一直要那个要去重做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啦，齁，既然他有这个心这样子，然后让他一直重做，好。但是刚刚的考务就没办法了，齁。好，来，那也是一样哦，老师您注意看一下哦，齁，这边有一个quizzes 的话，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齁，也是不错的选项。刚刚的卡户就是 basis 跟那个三个等级的，齁。好，那这边也是一样，升级到学校计划，这边就是要开始看学校有没有办法就是支援我们这一部分。好，那后面的报表也是很精彩。好，就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边的话就是打闪电记号的话就是要钱。好，要钱就是有一些那个对某一些同学像说学习历程的部分就可以用这个，当然就没有办法，这边就是要钱这样子。好。那我们的也是一样哦，齁，成绩报告这边齁就可以列出来。好的。这边的话我们刚刚不是在这边用吗，齁。好。那个这个类型里面居住跟分配，好，这边闪电的话就没有办法跟你用。好，也是一样下载。好，下载完。Excel。啊，也是。这边，然后总览的话就是，大家因为不小心都没有错，就很难辨识。好，不过老师您回去如果有办法跟同学们，就是这个明天之后的辅导课，好，老师您就是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可以去抓几个题目设计一张考卷，然后。寒假应该是比较少老师会去借平板，那所以说可能老师们你们可以借到平板就比较容易才去操作这个东西。学生用平板一做会更有趣一点这样子，齁，比手机还要因为要大还要有趣这样子，但是要关静音要不然很吵。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样，那有一些
这里他的报表也是很棒，就是他会把一些那个很多的资讯都列在上面，然后到时候如果学生比如说像这个看看那个时间嘛，看到那个学生作答时间，这个我们看就知道，有些想很久就知道了啊，有些就是可能他乱猜，但我们就很容易就判读。好，这个部分，好的，来，等一下哈，我再重新导入一次。啊，碰到状况卡住的时候，你就老师不用担心，因为他这个进出这个系统都还蛮方便的。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我再跟大家复习一遍哦。好，会写纸也是一样，乱掉的话就把它按一遍。好，那理论上呢，探索就是跟刚才一样，这边我们就按三角函数，它就会跑出很多种。好，很多种的话，像这个我就觉得不错。好，那我就按下来，按下来之后你就开始。哦，刚才忘了，刚才跑出去讲就忘了讲这个。好，那这边的话就是那个我想看哈，好，复制、编辑，好，这个都一样，超级的算是直白吧。好，就储存，这样就是跟我们的习惯都差不多。好，它就跑进来了。这样子，因为这个就是互惠的概念，就是我们的试题做完就是公开在平台上面，然后别人的也一样，所以我们就是取得就是还算方便这样子。好，来，然后接下来刚才有说就是让大家体验线上嘛，体验就经典嘛，好，经典。好，那个。教练节奏这边，老师这个我们就不用再试了。好，教练节奏这边，您看就好了，看就好了。好，这边的话呢，就是等一下哈，老师稍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哦，他刚跟刚才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要等我一下，我看看能不能用我自己的手机。好，要等我哦。给老师看一下，他的稍等我一下下。好，来，我又进来了。会看，因为只有我看得到了，就那个画面，就是我会看到就题目就跟那个上面一样。好，那我就回答了。好，抱歉，我这个只有一题。好，那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假设老师他在讲课，像我们这个就可以用在那个讲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讲一个题目，就比如说，就在讲一些观念的时候，我们是就是会用这个方法，哈，就是好刚才的回去，好再重说一遍，好乱掉了，会这次我的那个试题，好我的试题，我今天要说这一个，那我要用教练节奏。好，我去做那
那个继续，好，这样子就可以了。好，然后同学就进来进来进来这样子。好，进来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好，就按开始。好，大概就是这个方式。那教练节奏那个测验的话就是大家各做各的。好，那教练节奏的话就是可以跟着老师一个一个一步一步慢慢做这样子。老师说关联的时候就非常适合。好，所以说quizzes 的话就是可以这样子，就让我们大家就体验一下另外一种。好，那我会建议如果是前后测的话，我会比较建议是 quizzes 这样子。好，因为它的那个时间齁可以稍微让大家弹性一点，这样他就做完可以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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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齁就让学生感觉你像自己在做考卷。好，而且他可以设定齁，就你们老师你们今天下午如果有空就可以去摸索，就可以去设定那个你可不可以让他重复做，你可不可以让他重复做这个是这一张考卷。好，那如果是前测的话就是看老师的用途啦，齁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像那个我们大部分会用在会考，就是会考 C 学习辅助的部分，那我们就会希望说能够鼓励他们去多去做，多去那个算是演练啦，齁，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设定在可以重复做。好，这一种这个是可以重复做这样子。好，来，那我的 quizzes 的话大概就是介绍到这边。好，也是一样哦，我再重复，很快重复一次 quizzes， 如果已经乱掉就按一下 quizzes 这个大字，然后探索的话就是在上面搜寻，好，就可以看到你要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第一步我们都会去我的那个试题卷这边，好，然后建立一个新的那个资料夹，建立资料夹。好，建立新的资料夹之后，建新的资料夹之后，那我就会想要去创建一个测验。好，资料夹里面我就会创建一个测验，这样。然后创建一个测验这边，好，就创建我刚刚按了，好，创建测验之后，模板这边我觉得还好，好，我就创建试题。好，然后由那个 quizzes 这边去导入，好，导入，那你这边上面这里也跟刚一模一样，就是可以去输入关键字，然后把你要的那一张考卷，好，主题你再看一下吸引你的就点进去，点进去考卷里面有很多题目，那你就去抓几个你适合的题目去抓过来，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形成很快，你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很快去做这件事情，就很快去形成你的考卷，这样子。好，那这个连结的话，它就是它上面哦，这我只是打说那个 World 的那个介绍啊，就哇，就有一个这个网站呢、欸，它应该是我在猜测，我是还没有跟他们联系，但我猜测有可能是，它这边还可以有一些很多咨询这样，那这里。这边哦，你老师您等一下有兴趣的，老师您就是按照我上面的那个连结去做，去做那个查询，他这边就有教我们大家 Word 怎么样去从注册到建立那个游戏，然后这边有很多，这边有很多的说明，好，就大概就这样，老师您等一下再慢慢看就可以了。好，来，那我现在也是一样跟刚刚一样很快哦，我一下子就介绍完了，因为我的话很有趣，很妙的一个东西。好，我们学校哈最早用也是一样，最早用是我们的那个国中部老师，因为他非常的可爱，他的东西非常的可爱。好，那也是一样，我已经进来了啊，刚进来的状况都跟我们刚才前面那两个一模一样，就是用 Google 账号就可以了。好，那进来之后，它的页面比较像卡户，好，它页面比较像卡户。好，那减缓大家的负担，因为大家现在已经快要下课了，就改成中文。好，也是一样哦，创建活动，好，这大家都会。然后我的结果，
就是看这个。那但是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讲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那个我会认为说那个我的结果没有那个前面那两个来的直接，就它会有一点点那个时间差，有时候会卡住，会比较没有出，就是没有办法立即性这样子。好，那所以创建活动嘛，就很简单，就从这边。好，那就跟刚才一样这样子。好，等一下哦，我先跳回来。好，我的活动啊，我刚才就是利用下的时间给他弄了一个这个。好，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用创建活动然后去做这个。好，也是一样，这边把它移进去这里，好，就不见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什么呢？好，这里就有三样东西，就有一些是以前做的。好，那老师您看哦，这都是那个上市这边。好，我来用一下，然后让大家看一下那是什么东西。好，还不错玩。好，这是我们之前做的啦。然后它有就是来看一下。好，这边底下有一些说明。如果刚才的那个连结老师有仔细再继续看下去的话，它就是有18个板子可以让我们选，18种，就是免费的哦，18种巴拉巴拉巴拉的板子。好，来我列出来给大家看，切换模板。好，这边就有好几个可以让我们选。然后我们可以选一个题目，可以选五种来用。好，那我现在先示范哦，什么叫做板子，同一个题目哦，同一张考卷。好，下列哪一些三角函数值是一？好，我随便选哦，好，这样好，然后这也是一样，学生就可以自己哪一个是一。好，我随便选哦，好，这个好，哎。cos 零度是一耶，没错。那为什么还是不行？好，老师您看哦，这边有一个那个闪烁，这边有一个闪烁，它就提示我们有三个答案，这样子。好，那这个，哦，不对，好，就没了。这样好，所以刚才是三个答案，刚才那第一题是一个答案。第二题是有三个答案，所以它总共是四个答案，所以它这个是三分之四，就是这样子，四题你对三题，好，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哎，再给大家看它的模板，就是你设计一个题目哦，好，你同一张考卷哦，好，看一下哦，这个是让你选，就你自己选，这样子。就是这个模板，就是从18个模板里面，你可以一个题目，你可以套用5个模板这样子。好，然后我的时间轴快要到了，我随便选了哈，随便选。错喽。好，它会显示一下，所以这个适合如果是线上的话就还好，如果是实体的话就。答案就被看光，这样子。好，这样子。好，这是第二种。来，节省时间。我旁边老师的闹钟在叫。好，不好意思。好，是不是很有趣呢？对不对？所以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好，再来第三，我刚刚用了三种了，对不对？第四种，好，这个应该是学生最爱的这个。想要模板有蛮多种的啦，所以老师你可以那个发挥一下这样子。好，哪一些呢？那个娃娃，这个娃娃，然后还有一个会吃他的那个这个就像玩电动一样，这小孩子一定等一下哦，不好意思，因为我不太会玩电动。哎，嘿，对，类似这样子啦，吼，好，就是老师你们下午就可以去做体验，这样会觉得很有趣。那这个我也是觉得蛮有趣的，
好，开始。然后这个飞机的话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对。然后如果不小心就会撞到，撞到它就会会消耗掉某些东西。然后像它上面就很像电动玩具，这里还有那个它的那个爱，就是它的生命值这样。好，以上。